现在越来越多人喜欢用自拍棒，那么这样一拿起来呢，可以让更多人一起入境。不过俄罗斯现在有一间武术学校开设了专门教人怎么用自拍棒来防身的课程，号称15分钟就能够学会。劈腿劈脖子，身穿黑衣的武术教练认真的教导女学生防身课程，但手上拿的武器仔细一看，竟然是自拍棒。换个角度再来一次，用秀气的脚将敌人绊倒，再以自拍棒勾住脖子将其制服。莫斯科这间武术学校看准现代人疯狂爱自拍，竟推出专门课程，要教小姐们怎么用心爱的自拍棒防身。一连串简单的分解动作，据说只要15分钟就能学会。由于自拍棒轻巧方便，又可以合法带上飞机，使得课程在当地成为大热门。只不过号称是战斗民族的俄罗斯竟也跟上这波自拍棒风潮，网友纷纷留言说，虽然新奇有趣，但等到真的把坏人打跑，手机大概也完蛋了吧。国会中心蔡珊玲编译。